今天我们来谈动名词跟不定词跟一直增加动词的互换。好了，我们说过了动词前面之后呢，有一个跟它很像，但是呢完全不一样的提醒呢是增加动词。那我们一般来说，国中一年级的主词主要是名词，那名词呢代表主要人、事、物，那人跟物都比较简单，那事情是 ing 或 to， 那所以呢动词前这个变形金刚呢变成名词之后呢，除了跟动词的运用有关之外，也是当主词的运用。所以动名词跟不定词都当主词。那一个是加上真主词呢，非主不可。那真主词可以有两种，比如说，人当主词，这很简单，就单个跟单数跟什么复数，东西也是单数跟什么复数。但如果一件事情要当主词，一定要变成金刚，要把金刚王变身，变成动名词跟不定词才可以当主词。为什么？因为主词主要是名词，名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五大句型八词小来切入看文法的原因？因为越到后面，五大句型跟八词的关系就越强，那它的这个内容就越精彩。好了，请看，那增加组的互换，所以不定词动名词跟一个代换叫做增加组词的互换，那这个口诀叫做总加组。好，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呢，总加组是有两个独生的义正义邪，所以呢，它有两个动组词的主角是动名词和不定词，外加加组词，一直在三遍。主词主要是名词，还有动名词、不定词，外加加上一组。主词主要是名词，还有动名词、不定词，外加加上一组。主词主要是名词，还有动名词、不定词，外加加上一组。那国中一年学的是名词，国中一年学动名词，不一定当主词。然后呢，也可以用加组一组，那就增加主词的时候互换。那我们看增加组的互换，第一个 ，to exercise 运动是动词，对。可是如果要讲运动这件事情，那就要改成 to exercise 或是 exercising。所以 to exercise 等于 exercising， makes us 让我们就变得比较健康。所以 exercise 要改成 to exercise 或者 exercising， 因为当主词的主要是名词，要改成动名词或不定词。第三遍，主词主要是名词或是动名词或不定词，主词主要是名词或动名词或不定词，主词主要是名词或动名词或不定词。事情一定要加 ing 或 to， 事情一定要加 ing 或 to， 因为它是由动词变的，那动词不能当主词，对不对？所以要经常往变身，要变成动名词。所以动名词不定词当主词，所以 to exercise 等于 exercising makes us healthy， 让我们觉得比较健康。好了 ，it's kind of you， 那是对人的个性呢，说 be kind of， be generous of， be nice of， 对人的个性的形容词 be nice of。然后呢 ，in 的加主词真主词非主词不可 ，to help me， to help me。所以 in 的加主词真主词在后面非主词不可，所以有增加主词的互换，有增加主词的。那 it important e 的加主词真主词非主词不可，对谁而言 for for for， 对谁而言 for for， 对人的个性是 of of， 对人来说是 for for。 所以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give up smoking， 叫他别抽烟是不可能，放弃抽烟是不可能，所以 to give up smoking， 那 e 的加主词真主词非to不可。第三遍 e 的加主词真主词非to不可， e 的加主词真主词非to不可， e 的加主词真主词非不可。再讲一次哦，这个考试在考什么？考主词主要是名词，一年级考人跟物，二年级考事情。那事情呢是动词变，所以要 ing 或 to， 一定要金刚王变身，把动词变名词才有办法当主词。那因为它是动词变成的主词，所以呢它变成动名词不定词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增加主词来代换。因为 to exercise 或者 exercising 是做，男生当 he， 女生当 she， 用 it， 所以它可以代替成 it， 可是 it 是假的，所以叫虚主词。那假的主词如果在前面，那真的主词要非 to 不可。本来在前面的时候可以用 ing 或 to， 但如果一旦有 it 加主词，真的主词非 to 不可，或是 that 加名词。好，我们看下面。所以呢，口诀：不定是 to 后面接原因动词。那不定当主词的时候是为单数，不管它是这个有后面加什么名词，只要动词变成动名词、不定词都是什么单数，因为是讲一件事情的动作，好，动词也要单数。那一的加主词真主词非主不可，这是真的主词啊。翻译要从真主词来开始，记得主词要谁？翻译要从谁开始？真主词开始。好，形容事情，形容人的个性，对人的个性呢，对什么事情呢是 for？ 那形容人的个性是什么 of？ 所以对人呢是 for， 形容人的个性是什么 of？ 所以对人而言是 for for for， 形容人的个性是 of。来，第三遍哦，对人而言叫 for for for， 对人而言叫 for for for。对人而言叫 for for， 形容人的个性叫 of of of， 形容人的个性叫 of of of。所以说 it's kind of you， 你的个性很仁慈 ；it generous of you， 你的个性很大方。好，it's straight of you， 你的个性很直爽。
It's the easygoing of you. 你的个性很容易相处，你的个性又是 off 人。那对人而言叫 four， 对人而言叫什么 four？ 那我们看哦，一的加形，一的加形容词，对人而言呢，真主是非不不可。所以一的加形真主是非不可，对人而言叫 four。那通常都是 it's difficult， it's easy， it's convenient， it's useful for 人 to 真主词，或者呢，一的加形容词对人的个性，好，对人个性 off 人，好。It is after sentence of faith. The good thing is kind of, it's kind of you. It's smart of you. It's stupid of you. It's rude of you. It's nice of you. It's generous of you. It's easygoing of you. So the good thing is off. Now, 对人而言叫 for. 对人的个性用什么 off. 对人而言叫 for. 对人的个性用什么 off. 好，那我们看。好了，那我们说这个住家原动词的定词。那我们看到说It's blah blah to blah blah. 那我们看例句哦。I find 我发现 it's easy to learn. 这很容易去学。那这个 easy to say to learn 呢，其实它是什么 ？Which is easy to learn. 那 it 就是 which， 那是三连词的 which is easy to learn. 所以呢 ，I find it easy to learn. 我发现这很容易学。那 it 加助词，真主是非助什么？不可。it 加受词，真受词非助什么？不可。it 加受词，真受词非助不可。所以 I find it easy to learn. 好，不能用 I find it learn easy to learning.I think it's better not to go. 最好不要去。It's better not to go. 那 it better not to go than it had better not to go. It better not to go than it had better not to go. 最好不要去。好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我不知道说什么。所以 what to say, what I should say. 名词句的什么？省略。名词句的什么？省略。好，我们看下面。好了，那可就往一直加主词，真主词非助什么？不可。那否定用什么 ？Not。疑问词加不定词是名词，可以被省略。疑问词加不定词是名词，可以。疑问词加不定词名词，可以。疑问词加不定词名词，可以。那可以当主词，也可以受词，可以当宾词。三连词的，先预告一下。好 ，OK。那我们看第一句 ，We expect him， 我们期待他们主创，期待他们，期待希望动词非助什么？不可。期待希望动词非助什么？不可。那 his wish is to be。be 动词第二动词非助什么？不可。他的愿望呢是 be a famous singer， 当个有名的歌手。好，来看 ，do 也可以当什么呢？当形容词或是副词。I have a lot of homework， 我有很多功课要做，很多功课要做呢 ，to do。所以 I have a lot of homework to do， 我们打错字了 ，I have homework to do， 我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它当成形容词，形容这个功课要做。The old lady 这个女生呢 ，need a chair 需要椅子 ，to sit on 坐在上面。那 to sit on 是什么？是这个椅子的用途呢？是什么？形容她在坐在上面的用途。I'm glad 我很高兴 ，to see you 目的副词 ，to see you 我很高兴见到你目的副词。It's too cloud too cold 这个天气太冷了 ，to swim 那一直加主身体非助什么不可，所以呢这个游泳是太冷了。好，这个地方是当主词来用。好，我们看下面，那 ing 也可以当名词。当名词来用，那当名词可以在主词，可以在受词，可以在用。那我们看到 ，eating too much 吃太多呢 ，makes me fat 让我变胖。Swimming 当主词来用 ，is a good type of exercise。所以 ，eating too much and to eat too much makes me fat。Swimming is a good type of exercise。To swim is a good exercise。Is a good type of exercise。好了，那当受词 ，I'm fond of， 比方的比较喜欢第三遍。Be fond of, be fond of, be fond of, be fond of. I'm fond of, you are fond of, he's fond of, she's fond of. 所以 I'm fond of 我喜欢，就等于 enjoy 的意思。那 enjoy 并采动词实验完，后面用来什么原形？那 of 近义词后面这些名动词和受格一样用动名词，所以 I'm fond of， 所以我喜欢游泳。I enjoy 并采动词后面要加 ing， 实验完实验完。I enjoy watching somebody 我喜欢看剧。好了 ，his hobby 他的兴趣呢 ，is listening to 是听。那听呢，听是进行式，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补语，叫 listening to music 听音乐。好了，口诀背起来。动词加 ing 叫什么？名词。动词加 ing 叫什么？名词，是动名词。那当主词或受词，当主词是为单数，当动词那动词要加 s 或怎么样 ？yes。所以 ing 或 to 是事情，要视为动词。所以 ing 或 to 事情要视为什么动词？那再来。主词主要是名词，动词不定主要讲是要被说。主词主要是名词，动词不定主要讲是一种。主词主要是名词，动词不定主要讲是一种。那加入在前，真主非助不可。加在前，真主非助不可。一的加入是在前，真主是非助不可。动词有三态，
现在过去完成杯的，动辄三单现在过去完成杯的，那有三遍啊，简单是三单十进十号，所以有三遍跟什么三台，所以动词加 ing 有三种身份。第一个，在进行时当中当动词不用加 ing；第二个，动名词当主词是名词；第三个，现在分当形容词，形容主动进行的什么不管是，所以 ing 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名词，可以当什么形容词。那当动词是 be 动加 ing 进行时，要立刻停在 now look now now stop look listen 加 ing 进行时。那当动名词是主词或受词，当现在分词呢，形容东西，不管是主动进行不管是形容形容东西用 ing。好，我们看下面。那动名词跟不定词呢，当主词句子代换，那可以当主词 to， 好，所以也可以用什么 ing， 那跟增加主词代换，所以 to study hard is important。等于 study hard is important， 等于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hard。那对谁来说叫 for student？ 所以 to study hard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 study hard is important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 it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 to study hard。一个加主词增主词非主词哦，不要忘记增加主词互换哦。好了 ，this the house is so big。好了，如此大以至于 all of us can live in， 我们大家可以住在里面。好了 ，the house is big enough 够大。For us to live in， 所以记得 enough to 等于什么 ？so that 加肯定句 ，enough t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 ，enough t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那 to do 等于 so that 加否定句 ，to do 等于 so that 加否定句。The hat is so small that Judy can wear it。帽太小了，所以 Judy 没办法穿，没办法戴。The hat is too small for Judy to wear。对 Judy 来说，帽太小了，不能戴。所以 to do 太怎么样，而不能怎么样，等于 so that 加否定句 ，enough to 够。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 ，to do 等于太怎么样不能怎么样 ，so that 加否定句 ，enough t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所以背三遍哦 ，enough to so that 加肯定句 ，enough to so that 加肯定句 ，to do 等于 so that 加否定句 ，to do 等于 so that 加否定句，好了，那口诀 ，enough t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的是 ，enough t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 ，enough t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 ，enough t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 ，to do 等于 so that 加肯定句。to do 等于 so that 加否定句 ，to do 等于 so that 加否定句。好，这是一个类似一直加主词的运用，但是呢，真的考试的重点是在增加主词的符号。好了，解题数码第一个，我们要选择 writing down sentences， 把句子写下来 ，in notebook 在笔记本上 ，is helpful。你说老师 ，sentence 复数呢？可是老师讲过喽，动名词的主角是什么 ？ing 或 to。主词主要是名词，所以动词要看 ing 或 to， 所以主角是 ing 或是 to write down sentences。或是 writing down sentences 不是这个哦，是这个。那 writing 是不是你？是 to write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不是我让人男的当 he， 女的当 she， 所以 is 动词用什么 ？is 所以动词 is 过去式用什么 ？was 好了。Brought enough exercise every day， 意思来，你看关键在 is， is 是 be 动词，前面都是什么词？主词。那主词主要什么词？名词，所以要 ing 或 to。所以呢，这个 take 改成 taking， 那 get 改成什么？这个是对的。那 get 这个划掉改成 to get， 那 B 的答案把 to getting 的 getting 划掉改成 to get， 所以答案是什么 ？B getting， 那 getting 帮我写等于 to get，getting 帮我写等于 to get， 为什么？主词主要是名词，你是为什么知道主词？因为动词的前面都是什么词？主词，不管几个词哦，动词前面都是什么词？主词。那主词主要是名词、动名词或什么格？名词、动名词或不定词，名词、动名词或什么词格？或什么词？不定词，外加加主词什么 ？It。好，看下面，一起作答。It saved him a lot of time to go there by MRT， 省了很多时间。那 it 的加主词是 be 动词，去哪里呢？去那里省了很多时间。那搭乘什么？搭乘捷运系统。所以把搬到前面来，变成 to get there by MRT 等于 getting there by MRT。可是大家用 to 这个，所以我们做两个 to get there by MRT 等于 getting there by MRT。Save 因为第三人单数动词要加 s 过 e， 所以老师哪里看第三人称？你看的 to go 是不是你？不是，是我，不是第三人称。Going there by MRT 是不是你？不是，是我，不是第三人称，所以动词要加 s 或 e 的是。我们一年级的是人跟东西比较好看，对不对？但是二年级的是事情，事情不要被骗了，还是老方法，不是你，不是我。男生当 he， 女生当 she， 所以 it 所以这边可以写 it， 那 it 的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动词要加 s 或怎么样 ？Yes， 所以 saves him a lot of time。Doing online shopping 做线上游戏的啊，做线上购物 is easy for 对我们来说是简单，所以一个加主词，真主词非主词什么不可，所以 it is easy for us to do online shopping。记得哦，一个加主词真主词怎么样，非主不可。一个加主词真主词怎么样，非主不可。来翻译题，先翻主词，再翻动词的主动意思。好了，来，那搜寻新的资料，还写报告主词，那是怎么样呢？是简单的生活，然后呢，用电脑，用什么？
你使用工具摆用什么方法。所以 it's easy for us to search or to find the new information in the right report 写报告 with computer. 那你使用工具摆用方法三遍，你使用工具摆用方法，你使用工具摆用方法 with computer 用电脑使用工具。第二点，照顾艾滋病童是那个医生的工作，所以主持照顾艾滋病童说老师怎么办？照顾是动词呢，没有关系，动词可以变成什么？动名词和定词。所以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with AIDS， 或是 taking care of children with AIDS， 或是 to look after children with AIDS， looking after children with AIDS 都是照顾的意思。好了，那动词是什么意思？因为不是你的是我。男的当记者，然后学生 AIDS 的动词有什么意思？所以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with AIDS is that doctor's job， 是一个医生的工作，是医生的工作。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真假主词互换，所以动名词、不定词、外加假主词，所以名主词主角是名词，而动名词、不定词、外加假主词 ，it be called 什么？真假主词互换。那 it 的假主词是非 to 不可，或是 that 加名词词句。谢谢你的收看。